我给他打一比喻啊，我两只手，我这个手就像在水里边划船划桨一样。你看他推我，你看我就像划桨一样，划桨，我是桨，我不是鱼，明白了吧？懂了吧？嗯，这是有可能。那么涨利息的时候，他推我利息是这样的。 那么我今天你们都学会了，应该再掌握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样来，来，来，这样的时候，你看，在这里，你看，嗯嗯，轻轻松松，人说，哈哈哈哈，给我，我按，你看，嗯，踩，踩。 哎，我就是说这个里面，哦，啊，女，我这方面看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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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